这小黑熊今年长得好哎，早点回去整红算了。哎呀，还得自己丢给。哎呀，还要打来嘞！你要快给，我的菜不是黑椒打来。你看这狗没了。完了，我娘娘我回头落都落开了。耶。好了。快走路了，没有出门了。我要拿个盆盆来洗啊。好，去吧。我打啷个多海椒了，那是哪样？趁这个海椒出来了，我们拿整点酸汤来洗。啊，可以啊。能吃东西。你来搞搞。嗯，搞这儿来。我洗。嗯。也好，都盖得硬进去了。这个放保鲜膜了。嗯。好不容易还是袋子里嘞，鸟仔。这罐蛋盘好亮亮。我给开完饭了，这是吧？呀，酱汁来了。香，袋子里。拿给你看看。啊、你好，嗯，喂，啊、你好，喂，你们整啷个多来整了哟？拿来煮酸汤，之前整过没老板？整过啊，我拿来煮酸汤鱼呀，煮火锅啊，啷煮几个？咱们到时候弄起来，我们拿煮哈。你们偏虾吧，偏虾吧？还可以啊，就是要粗的不当虾。哦，吃的话你不要大米白粥的啊，我给你。啊。要得。精致好，要完了。嘿，你给我听着去。好。再听着点。哎，这白酒，再来点盐巴，多倒点。这味道好香啊！好，味道好。嗯。快，开始。等它发酵半个月以上就可以了。半个月了，可妹儿就相当有他们了。可以嘞，鱼洗好了，这酸汤要得没啦？要得了，这回还发到可以。那么你这鱼开始整了，对不对？先把肉弄下来。先把鱼肉给我炸哈儿，这鱼肉炒炸哈儿，要酸汤，嗯，这个酸爽味儿就出来了。小鱼片儿。多少钱喊你老总来吃饭？要得。哇塞！吃饭喽！吃饭喽！来，哥。这边是点的酸汤鱼。来不？是不然我整你这个酸汤鱼，才整的酸汤。嗯。好吃不？好香。嗯，这季节花首先没有差不多，差不多哈。味道好香醇。嗯，这让人家这一起就酸绵绵了，饭都都吃两碗。是啊，弄饭哈这边。嗯。关键来是热爱的，这多吃两颗。
真正的好吃的汤不下。可以哈，那你做那种素菜火锅应该也好吃哈。哦，真的，就我爱吃这种。来，宝贝，这个汤老炖饭。嗯，这个土鸡吃大哈。二官，你今晚只要睡在上头，也问我找二官。有的，嗯，我拿灯煮的。有的。啊，喝火锅汤。和工业长早上不来我煮饭的时候，就煮点焖条儿。哦，煮点焖条儿。嗯。